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少女奈酱。霓虹最没脸蛋佐佐木希要嫁人了，小姐姐仿佛听到了上万分贝胸碎的声音。今天奈酱带你们回顾胖丁女神的经典代表作《岛国经典师生恋范本篇：天使之恋》，又名《堕落少女从良记》。电影一开始，男主小泽被通知患有肿瘤，与走廊泪流满面的少女小央擦肩而过。转眼三年后，小央成了用软妹 body 换软妹币的援交少女，在学校帮助被欺负的同学柚子说话，带柚子和自己的牡丹天团玩耍。他们去声色场所蹦迪，把柚子外表升级成 3.0 版珠光红心柚，还教导他未成年少女就该自给自足啊。看到小央大房子了吗？这都是援交成果，真的，与其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援交个好爸爸呀。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? 这个别为难他了，走吧你。就都妈得，我要援交，求你们牡丹天团收了我吧。牡丹天团又添一员猛将，有了柚子的加入，牡丹天团收入日进斗金，少女们在商场里快要买下星辰大海。晚上，小央与黑脸少女小奶种植草莓，浇灌百合。谢谢你啊，小奶，要没你做坏人，柚子才不会这么臣服于我呢。苏嘎，原来小央才是这一切的睾丸啊，男女通吃，人气很旺旺啊。一天，小央收到了小泽叔叔的照片，因为两人姓氏一样，被照相馆弄错了生活地址。小泽同样收到了小央的，俩人约好晚上见面拿回照片。看到雨中漫步的小泽，小央胸动了，彪悍第一招，雨伞边上抛。すいません，人家没带伞，能把我送到车站吗？本以为两人来一发浪漫的雨中漫步，可是小央把小泽送到了医院之后，小央求知欲爆棚。先生，我想学学霓虹的历史。正撩小泽不亦乐乎，出现一个 woman， 她是谁？这怎么能难倒撩汉高阶能手小央？前几天对于女朋友态度那么差，这是 sorry 啊，她是我表妹。So ga， 既然你单身，我对你交心啊。在这里，奈酱一定要告诉你们一个恋爱潜规则，来和小姐姐一起念。美好爱情本质都是没事找事，美好爱情本质都是没事找事啊。小央对小泽说，只要这次历史考试能拿满分，和我约会 OK？ OK 啊，一言既出，四奶难追。为了兄爱之人，小央金盆洗手退出了援交界，解散了牡丹天团，便与小奶停止磨豆腐。为了约，小央学习学习再学习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成绩是。小泽看到试卷，倒说：“现在这应试教育太坑爹了，这答案明明不是唯一的，你的答案没毛病。”So 可以和小泽约会了呢。两人初次约会地点竟然选在了日本战国时期的古战场遗址。哎呦，这可真直男呀！可 whatever， 只要能牵到你的手，少女哪儿都愿意走。约完古战场，续约图书馆。在图书馆，小泽对小央先生教科书式流鼻血苏吻画面，真是甜到小姐姐少女心勃起呀！爱情是美丽的，可小泽知道自己快要嗝屁了。小泽把遗照交给了表妹之后，对小央的态度也愈加冷淡起来。更让小央伤心的是，他的头号迷妹小奶无法接受分手，跳楼自杀。柚子也知道了牡丹天团的阴谋，挥泪而去。一系列打击下来，小央晕倒了。在医院里，小央说小泽失踪了，家也搬空了。姐妹有难必须帮忙啊！柚子和牡丹天团冰释前嫌，他们决定帮助小央寻找小泽的下落。在小泽表妹的牵线下，小央、小泽海边见面了。小央坦言自己三年前被糟蹋，意外怀孕了，堕胎之后就成了个问题少女。两人在聊天中互相救赎了对方，小泽再度晕倒。医生直言小泽情况十分的不乐观，小央劝小泽接受手术。我是个好孩子，你不想看我更好的样子吗？你这孩子就是太直了。我直，我是为了你才直的呀。小泽接受了手术，小央也高中毕业了。一年后，在同样的下雨天，小央和小泽相遇了。小泽手术成功，但不记得小央的存在。行吗三，伦家没带伞，能把我送到车站吗？好的，谢谢啦。当小央以为马上要接受雨水洗礼的时候，两人在雨中拥抱，全片到此安定了。这部电影既能看到胖丁女神的玲珑肉体，又能 get 到很多超齁超甜的浪漫爱情桥段。男人看了拷贝，女人看了开胃。想看完整版的宝宝们，去微博艾特少女奈酱私信天使，本姑娘这里有水当当的支援哟。好啦，今天说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